是谁躲在泡泡后面呢？猜到了吗？是游行表演者。Hello， 小朋友，我是国栋姐姐。你们有没有在国庆日的时候啊，看过好多的仪队或者是乐队在总统府前面表演呢？他们的动作是不是很整齐划一呢？今天国栋姐姐就要带你们去体验一下这些表演者的工作哦。小朋友集合。游行表演开始啦！一个完美的皇家一队一定要有一套相同的制服哦。换好衣服后，小朋友们真的已经有点一队的架势了呢。接下来我们要赶快来安排队形喽，还要记得变换队形呢。一队衣服好漂亮啊！第一队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乐器啦。哎，大家先别急着敲奏，哎，要听完正确的示范后再开始练习哦。我觉得表三条铁很好玩。一场精彩的表演是要经过很多次练习的，所以在正式表演前，小朋友要事先经过彩排哦。游行表演还要记得换队形，真的好难。哇，终于要表演了，别忘了做最后的检查，尤其是服装仪容的部分，大家要先看看一对帽有没有戴正呢，制服有没有穿好。准备完毕喽，现在让我们出发开始游行去吧。整齐的动作和队形要练习许多次才能表演成功。看来大家都没有忘记刚刚练习好的乐器打击还有队形的变换。哇，大家一起列队游行好壮观哦。没想到小朋友一点都不怯场，哎，刚刚彩排的动作也都没有忘记哦。整个表演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呢。我最喜欢游行表演了。结束了，大家一起完成了这场表演，相信爸爸妈妈们还有观众朋友一定都觉得我们的表演非常的棒哦，先帮自己来拍拍手吧。一队表演成功。这一队表演者的工作不但要熟练乐器，还要记住每一个表演的队形和变换的方式，而且啊，他们常常都是在大太阳下表演的哦，所以下次记得要好好欣赏他们的表演呢。